的希望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始终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。请我们大家一起带着爱与祝福，迎接希望的种子，迎接美好的未来。是的，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迷你马来到我们舞台的右方。接着我们要邀请的，现在是我们的国家的主人翁，许下这希望的种子，走向总统。这颗种子承载着我们的希望与祝福，我们殷殷期盼着他的成长。好的，我们邀请我们的总统可以向前一步。我们的主人翁要将手上这希望的种子交到总统的手上。我们现场掌声好吗？我们邀请总统将这希望的种子放在灯座上，为我们台湾种下璀璨的希望。我们邀请总统将种子放在灯座上，为台湾种下璀璨的希望。掌声。接下来我们邀请总统、林部长、刘市长、蔡副院长以及交通部观光局周局长，请就开灯位置。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，今年大家感受到的将是前所未有的经验，因为这次我们首次将主灯搭配现场演奏的方式来呈现。艺术总监张正杰老师以及作曲人钟耀光老师，同时今天在现场还有朱宗庆打击乐团以及国内的顶级管乐家，将共同为大家来演奏，为大家带来《天佑台湾》鼓号齐鸣。哈发勒 Bravo Taiwan， 这支曲子将充满着祝福的这个交响乐章要献给台湾。2020台湾灯会良辰吉时已到，发号。Thank you.
击鼓。请总统、部长、市长、副院长、局长将您的手置放在希望的竹子上，带领观众一起倒数：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
我们邀请总统、林部长、卢市长、蔡副院长以及交通部观光局周局长为我们移步至祈福树区。